先吃辣椒。下饭的神器没豆腐。这两个给我吗？给你嘛，给你嘛，你想吃给你嘛。重庆话说打牙祭，吃大肉，大块肉。这是啥？猜得到不？先尝一口。嗯，软软糯糯好吃，又甜。就是你不够吃的话，后面还有。来，我是说那个梅菜扣肉你不够的话还有。汤姆，这是啥？牛肉。去吃菜，这整这都。来给他们点一块大牛肉，来，快接住！我一个人吃全是给我点肉，哎，好多都留我吃了，太幸福了。怎么给我搞了几个小面了？怪不得自己这么辣了。嗯，哦吼，叫我。
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吃饭。今天过节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幸福美满啊。木瓜丝，今天我做的是铁锅炖大鹅。粉蒸肉，葛根葱，这辣子鸡，吃饭了，今天吃这个豆皮，这个豆皮那个小黄车里面有，还有吃我们全家都喜欢吃的这个南瓜干，还有包菜，还有这个腊鱼，还有这个猪脚，
你说话吗？你是小狗蛋。